平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咱在全国拢会当收听，真正来代表台湾人心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志忠，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咱早时的十一点，空中一点钟，咱做会空中结缘，做会来开档，为大家来做服务。那里早时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咱的高雄、台南和屏东地区，请你收听凤鸣二台 AM981。那在咱云林嘉义地区，来听咱的嘉义之音 FM91.3。那下晡时两点到三点，在咱大台北、桃园新竹地区，听这个先声广播电台 AM774 哈，周日是 AM774 千赫。暗时啊，暗头啊，台南地区詹文溪 FM89.9 詹文溪电台吼，咱一边一个月时间，对早时到下晡到暗时，咱安尼每一天有那拍拼来宣传。大家听咱的节目，除了让你有快乐的心情、希望的人生，咱也要共同拍拼一个有尊严的，这是咱的未来。今仔是4月29。礼拜五的时间吼，古历是3月23。到今仔为止，咱大家所关心、所支持阿扁总统，有哪想到伊的遭遇，就真正心内非常的不甘。对着政治对杀、政治迫害，大家愈来愈了解啦。2711天，冤枉阿未真正洗清，公道阿未最后平反，还继续宣传、继续拍拼。足足是2711天的时间。来，今仔日咱一边一国的节目，咱即卖就开始来个进行吼。音乐先来吼，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吼，音乐放了，咱就转来咱的节目，多谢你。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吼，这一边一国这条歌，其中逐天节目一开始就先放一条，唔是讲为着放歌来放歌吼。咱全国的听众唔通误会，嘛唔是讲咧抢时间哦。这一边一国的歌词，是我的老爸阿扁总统伊这所来写，俄罗当中所来做这个歌词啦。啊，所以当然有伊个意义伫遐。台湾人唔通丢毒，安尼就爱站出来拍拼，追求公义甲未来，建国好将来。咱这有呾透过这条歌，逐天放一届，让全国个乡亲士大互相勉励吼，互相加油啦。伫张营、张爱岩即个三立电视台，新台湾加油。由着主持人是廖小军小姐阿叔来主持，地中我拢有咧收看吼，
啊，佮包括着佩文正教授即个震惊韩西批，好、哦，即相关啊，即个政论节目，伫中啊拢会甲看。你佮遐通派，我有哪会甲转呢？看伊佮咧吐血啥，有哪佮咧恶啥物？安尼当抹黑，还是安怎的时阵，咱嘛爱伫节目当中做一个反击，做一个澄清吼，无惊讲安尼。安尼观众去有误解去安尼，所以咱也真感谢你昨个新台湾加油，特别来讲到陈总统的这个案件，特别来讲扁案呐、啊，好、哦，这我呐非常的完整，用真是大好朋友，这大人个甲吹出来吼，啊不得个会当个哩节目当中来甲大家做一个奉上，因为一定有人无看到，包括着。曹长青哦，这最有名的这个作家，陈文龙律师啦，去一江南打连线的黄帝英律师，啊个立法委员李俊益哦，啊个包括着这时代力量的徐永明吼、哦，这立委，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吼、哦，啊丁武兄，啊个后国民党的代表李兄吼，特别来个必然来对，是安怎无符合着天主的正义？是安怎用政治目的、政治的动机在办这个案件，硬要拔其骨啊！非常清楚完整的，安尼伫节目当中做一个讨论。从今时段啊，请听咱的节目，当然你对着车的规则的你真了解，但是这全国的观众足多，大家人逐工无闲，为着工课，你讲暗时啊，电视咧做不得，个要去加班呢。我那各位生活在打拼，所以各有真侪人，伊不一定知影讲阿扁总统的案件的政治本质啊。但这袂当怪伊，因为过去讲了较少嘛。无论讲你媒体，无论讲你电视、你报纸、你个电台，嘛咱一边一个爱台湾，吼、哦，即、這个讲了较侪安尼，啊个加咱的优待等等，啊，所以话人不了解，咱袂当怪伊。这是咱的宣传不够，咱讲了不够，啊，所以就爱加讲。所以每一届的机会，咱也希望讲透过这个全国性媒体，吼、哦，这暗时九点、十点，这拢是黄金的时间啦，吼、哦，这黄金的时间，迄有钱买袂到的，爱当透过这种机会做一个说明。为什么办阿扁总统，国务机要为了这贪污来判无期徒刑？同款国务机要会特别会办马英九，安尼就替伊过来套生啊夹，讲伊个宋朝公使前，迄、那个差不多一两千当前的，千几当前的就搬出来咧讲，替马英九咧脱罪套生啊夹，啊这毋是双重标准嘛？为什么白白双一级政治现金，马英九的关起家己的基金会？正手当倒手，倒手当正手。啊，讲了这，逐个月欠48万，啊，收入才47万尔。啊，佮包括着人所检举的电子业的遐大头家，捐2亿的新台币做政治现金的，迄中间敢有迄个对价的关系，敢有去查？为什么对着国民党诶，对着马英九诶，拢是选举钱呐？对着宋楚瑜诶？伊选省长也有选举钱、政治现金，拢合法嘞。敢穿伊替背书，啊，对着阿扁总统诶，袂当有政治现金。只要一个人就是违法，只要一个人就是贪污，就是犯罪，就该判重刑诶。用真是多，啊，你甲想安尼够道理。今仔早是作早，我即个因为我即赖顶悬有哪有一个。算人全国哦，咱遮个乡亲拢会当互相传这个奈吼、哦，官方版的吼、哦，叫做官方奈的吼、哦。啊，这都再时都有人传入来，讲昨暗看新台湾加油看了吼，人家讲安尼规暗困袂去啦，失眠啦。我讲啥物失眠安尼？我讲啊，昨讲了也不知啊清楚呢。伊讲伊看了吼。哦才知影讲，原来陈总统这么冤枉啦！伊讲本来知影讲这政治案，但是当然
对着其中一挂细节、一挂人马英九的比较等等，我那是不较清楚。毕竟这话拢是法律面的一挂讨论哩。伊讲张电视做落真正夭寿吗？佮包括黄律师、黄帝仁律师，佮做伊个图表，佮大家做解说。讲真正节目看了，倒伫蒙床顶，规暝困袂去啦。伊讲受到陈总统所遭受的这种的委屈的时阵，真正心内流目屎啦，心内咧智慧安尼。所以透早特别传落地中，讲啊，这无平反他会使啦。讲安尼无平反他会使啦。那这件无要平反，啊，全台湾敢够有？这冤枉，这冤案是要哪平反？实在，我嘛唔知道要哪个回答呢。心有戚戚焉呐，心内当然咱的感触是也足深呐。啊，这较无偌久进前就爱讨论了吗？这种的冤情，敢讲是今仔日2016年4月29日。从4月28日暗时才开始发生吗？对十当前，对几当前，两千几天的这乌罗，我那是那这个吼、哦，开始来讲，拢无算晚啦吼。咱也足感谢吼、哦，啊，这种全国性廖小军的节目吼、哦，啊，这三立的节目啊，特别来对点彼岸，咱来看找有迄块大幕。哦，那伊个声音会当溜出来，再过哩咱节目中，好像咱真讲伊个震惊韩时配安尼，那时间较长，咱切几阵吼，啊，这个分配来放，好无看到无听到的，咱的听众会当过来做一个理解。啊，你出去了嘛，会当帮阿扁总统倒讲呢？咱常常咧讲要平反，要平反呐，啊，那无宣传是要哪平反呐？平反嘛有平你的基础呢？你为人，伊这个所接受到的资讯唔对的错误的时阵，安尼伊太愚笨啊，有法度为陈总统平反，一定爱先来确认，爱有这个共识，讲弊案是一个政治案件，亲像江国庆的案是冤枉的嘛，伊无杀人嘛，伊是无辜的嘛，伊无辜的无罪啊。说同款的道理，阿扁总统无贪污的，伊这是无罪啊。这个物件前提先确定了，大家有一个共识。你上无嘛爱过半数民意的支持之下，安尼后壁唔太有这个平反的民意基础，还是讲伊的这个社会的能量，这种的政治政治能量会当来做产生。另外，咱搁甲看一项，从这个最后。咱未来行政伊叫林全，吼，伊讲这也最后一波记者会，吼，应该是在第五届啊，第六届啊，吼，讲这波宣布了，差不多内阁啊，在相关部会收掉啊，拢确定啦，吼，啊，剩这个几个位置，吼，这个伊讲无必要开记者会啊啦，差不多就安尼啊，做一个吼，啊，一个会当讲正式升官，所以之中我今仔日哦，我照这个名单。好，新的内阁的名单，我一个一个甲对。38个在，即卖已经公布的啦吼，那还未公布，当然阁少数。38个已经公布的在部的首长，我一个一个甲算，一个一个甲对吼。其中有33位在未来的内阁的成员，拢是来自由着阿扁总统这个 B 团队啦。38个内底有33个是这个扁团队呢，你哪安尼甲做一个胜率85%啦，拄啊85%，顶有10个内底有8个到9个是扁团队啦，85%啦，啊，这敢无代表是有哪对着阿扁总统的一个肯定，一个最好的平反干事的？你若讲扁团队拢歹料的，拢唔好的，那亲像国民党说的抹黑的，拢是贪污的团队，拢是予台湾有灾难的团队。那安尼，咱的蔡总统林全议长会找遮的人，85%拢是扁团队来做个，啊，毋着头壳破一空啦。
所以我讲讲什么拢得讲的。B 团队无失人的力啦，对着台湾社会、台湾人民、台湾历史，有哪会搞代志？就是做了好，就是表现了袂歹，咱唔敢讲一百分啦吼。这人也无实全是美的，佮政府嘛同款，85%，就我那阿 B 总统的团队拍拼过，你佮林全义叫本身嘛是扁团队啊。咱的蔡总统嘛做两位会主委，做行政院副院长嘛是阿 B 总统这团队安尼拍拼出来啊。咱的小英总统会来加入民进党，嘛是伊当时2004年阿 B 总统伊当时来介绍入党的呢。啊那咱的小英总统伊当时无加入民进党，嘛无这个未来。啊，这后来来选举，吼、哦，2012年、2016年代表民主进步党来参选总统啊。所以这历史拢是有一个来龙去脉吼，安、哦、尼对安怎来发展出来的？啊，伊当时阿扁总统来有哪来欣赏到咱的小英未来的总统来做立委会主委？这嘛是迄当时吼、哦，啊，这内阁内底一个重点呢，吼、哦。非常优秀的学者好，非常优秀的教授来做立委会主委，哦，这最重要的位置，来负责着对着中国，包括政治、经贸相关的这些关系谈判等等，啊，适当嘛表现了足好，所以这嘛是开始着啊，蔡总统伊的这个政治之路嘛，吼、哦，嘛是安尼，对阿扁总统的东西变团队开始，所以我讲这其实就是最后的平反啦。你以前的当时国民党说高铁，说高铁是弊案啊，说这个高铁吼、哦、那里面安全有问题，那不能坐一那如果坐下就会火烧车，就会冰车，就会破链，就会怎么会跳电，很危险的吼、哦、说要做那个破铜烂铁啦吼、哦、做烂铁这样。用真时代你跟回想，我都没歪风啦吼、哦、我都没歪风。我那阿伯讲，等一下口音，咱一开咱这无咧过路的啦，全国拢卡入来，你去外国我那卡入来呢？你马上就搞我俩包啦！我讲2008年，我是恐马英九无就职无。迄当时迄暗的国宴是办伫高雄啦吼、哦，我无记唔对啦吼。迄、哦、当时的新闻的画面，啥物报纸你甲调出来？遐外宾啦、啊，包括外国元首啦、啊、总统过来的总理。美国代表团、日本代表团，安尼几百人、几千人诶！你诶相片甲看起来，哪像是坐这条破铜烂铁来高雄呢？佮包括马总统本人，我哪坐高铁呀、啊？这高铁，你毋是讲诶，这里咱陈总统入来拢是变，拢是伊那个这有问题，拢袂坐一个无安全诶，讲着爱拆掉安怎？你遐屁相敢无一地讲这条高铁？阿太，你安怎？五二空就一了尔？好、哦，几千人个安尼外宾出来，我那坐高铁，搭高铁来高雄啊！啊，你若刚刚无安全，你怎坐车？啊，无包飞行机嘛会使呢？啊，你若刚刚这是弊案，这是见笑呆的代志，坐高铁足无民主个，安尼袂舒服你安尼？无公然干的代志，啊！你坐高铁要创啊？你去招待这外国贵宾？你恁五二空就真呢？我那你一生内底重要的大日子，啊！你太坐这种见笑呆高铁呀？所以我咧讲，话当时啊，讲话答讲出来吼，就拍着达滴啦。啊，那亲像因所讲的，这是破铜烂铁啦。英文到今仔日，安全有出什么问题？当然有一寡毛病等等吼，有故障的，这事上拢有世界各国拢同款啦。啊，有啥物大问题无啦？安全上有啥物问题无啦？有对个材料无熟悉无啦？啊，比总统的任内对开工到着这个吼，规个完成土木的到机电的到最后2007年通车，一手里啊，比总统任内完成这条高铁，跟人日本的新干线比。人这个法国的比人对，佮即卖上新的中国的企业，
咱台湾的高铁有输人吗？即卖大家出国做频繁呢，你外国高铁去加坐，外国的火车有比咱的较舒适吗？有比咱的较清气吗？有比咱的坐了安尼遮尔爽快吗？啊，比总统的八年，无对不起台湾人。咱会当安尼讲啦，若讲有做了无好，也无法度讲85%，拢是比团队啦。所以我会当讲事实，都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啊，甲平反吼。啊，即咱有那个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啊，继续过来宣传啦。来，这个阶段咱先讲到这吼。啊，先来进一个咱的工商服务。即卖因为配合着。一方面是后礼拜礼拜日的母亲节啦，吼、哦，五月七八母亲节，所以咱对着母亲节有一个优惠的活动，要来赠送阿扁总统的一个红阿头公仔的吊饰，全国的打剩这80条尔，2000栋的扁帽工厂所来做，要赠送乡亲士大，以及咱这个一边一个听友会，全国的成员已经超过10000人。已经破万，这嘛是对着咱最大的鼓励甲肯定吼，啊，所以这些拢加做伙，咱即卖有一个新的母亲节的活动，互相亲是多做参考。啊，这个阿扁总统的公仔吊饰吼，确实是做了真有意义，啊，真水啦。你昨之中，咱来参加到一间有那咱本土的企业。伊即个一个厂区吼，啊，即开幕有哪咧剪彩安尼？啊，迄、那个有哪做本土企业啦？哎呀，无去中国投资，人嘛是做了发展了真好吼。迄、那个当时掉头家，快点我的手机啊，顶悬就夹一条阿扁总统我的老爸，而且红阿头一条。后伊快掉了讲，伊讲因兜嘛是做这只阿扁总统的这相关的物件呢。啊，有这衫啦，啊，有枕头啦，啊，有这个面巾被啊，吼，啊，这所有1到10的变化，大家细家的吼，啊，大行都有啦。伊讲我太无看过这条啊，伊讲看咧转台湾，伊想讲伊收集上济呢，上济转呢，太无看过这条公仔的这个吊饰安尼。我讲啊，这可能吼，你收集个老高起的款啦吼。我讲这确实啊，外面即卖也买无啦。啊！就剩这90条啊！我的老爸当时留起来吼，讲安尼以后要做盘手礼安尼。啊，咱这大个伊就讲啊，这遮水吼，伊讲因迄花啦吼，啊，包括着因这员工啦协会内底吼，上无讲安尼，我那几啊百人上千个，伊讲无这互伊去做一个安尼，伊讲伊这吼啊，看受关互伊过来生产，啊，讲要送互大家做纪念，伊讲大家做爱安尼。伊讲阿扁总统的物件，大家是抢家吼，安尼抢破头吼。我讲，咱的想法可能唔是安尼啦吼。咱讲，这唔是讲要大量去制作，还是安怎？但无甲当作是啥物种的商业，还是生意啦？我讲，这真正就是咱的节目，阿咧送我听众安尼尔啦。我讲80条无济，吼、哦，80条无济，即卖拢送你厂商遐，即卖剩几条我嘛唔知吼、哦，啊，可能后礼拜去问看卖。唔知伊安尼，大家会膨胀无？我嘛唔知呢。我甲头家安尼讲，我讲咱无甲想讲要安怎大量安怎啦吼，啊真正做一个纪念，都有这个缘分啊，心意安尼尔啦。伊讲啊，地中啊，你袂用做生意，实在做个安尼，实在做袂用宣传啦。我嘛甲讲吼，这我无内行啦。我讲讲这新闻，讲政治啦，讲法律的，讲安怎？我讲这我也要讲你，你个2点钟。啊！咱这种卖广告的，安尼对头广告买，我有哪会使钱呢？有哪是差不多无离谱安尼？但是你讲要宣传啦，讲这广告，我讲我拢实在做很慢啦，吼、哦，我袂晓讲的你。咱做这个节目是这个理念甲价值安尼尔啦。我讲我哪真正啊要学人做生意，我讲我就来讲中国好话，咱这节目就讲中国的好话啦，吼、哦。我讲咱的广告都唔免落啊啦，也免工商服务啊，落逐工离家坐离家，翘脚练喙手吼，啊，算这银票算袂了啦。我讲咱的卖卖北京，卖卖中国，
一边一讲，免大将个，我讲咱着离家吼，拢免烦恼，啊是大费安怎外管，拢免烦恼迄啦。我讲咱若要做生意是安尼呢，但是咱毋是即个目的啊。咱今仔日拼是咧拼安怎？啊，比总统咧牺牲是牺牲安怎？两千几公个乌罗是安怎来啊？为着坚持台湾安尼念嘛，为着维护一边一国安尼念嘛。我讲人人生也无足长啦吼，啊，这话当时啊，啊这有啥物病痛有安怎，咱都唔知影啦。都话一工百一工尔，咱会当做一工个电台，一工个时段，咱就足感恩。这拢是全国听众安尼点点滴滴来支持的啦。啊，所以咱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好好来讲，好好甲大家心声讲出来。好啊，所以这是大家结一个缘吼。所以我足多谢这位啊本土企业的这种大老板啦吼，这拢是足厉害吼。安尼我那里台湾咧定金，啊不去中国咧设工厂吼，那嘛是做了足好。啊，但是咱这个阿扁总统的公仔吊饰吼，啊，这个八十分，好让大家结缘吼。啊，那有去有这个不去嫌，好啊，做一个纪念吼。来，先广告一个，等一下马上回来现场，多谢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在这个广告的时间，志忠要向着全国伟大的妈妈讲一声，大家辛苦。母亲节快乐！咱伫每一年五月份第二个礼拜日即一天，来感念着甲咱车勇大汉辛苦的妈妈，一边一国爱台湾，咱所守护的台湾，就是咱共同的妈妈。所以母亲节，咱特别准备八十分有阿扁总统红阿头公仔的即个吊饰，要来赠送给大家。这是两千年总统大选的时阵，由着当时的扁帽工厂所来做。伫迄个时阵，阿扁总统的商品是做事件。我也是外面所做的，但是这八十分拢是正版的、原版的，嘛是绝版的，由着扁帽工厂正式来生产，非常有历史的意义甲纪念性。已经绝版的阿扁总统公仔吊饰，最后这八十分是我的老爸陈总统特别甲留落来，放伫身躯边，想要当作伴手礼来送人客、送外国贵宾。设计了足水，即卖特别摕出来赠送予咱尚有台湾心、一边一国爱台湾的听众朋友。对，即卖开始，只要买任何一项咱的产品，正成 Q 贴、正成深海鱼油、和平牛樟脂，也是新鲜地鸡精，就送一份阿扁总统的公仔吊饰，买一罐就送一份，会当挂伫手机啊顶悬，放伫钥匙圈啊顶悬，也是家己背包啊边啊，顶头阿扁总统的红阿头，每一工陪伴你的身躯边哦。这只有咱一边一个爱台湾的听众朋友才有。这是咱的福利，外口买买嘛买袂到，全部八十分，全国的八十分尔，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啊，佮加上咱原本庆祝听友会，咱的成员全台湾已经超过一万人，无限时间买一罐就送你一个点数，满六个点数就送你佮加一罐免费的这个活动。除了点数以外，即卖嘛加上母亲节的这个赠品，欧米亚的。阿哥做伙送予你，正常 Q 10一罐食两个月，只要2800块；高单位深海鱼油一罐嘛是食两个月，只要2200块。有行政院农委会特别专利的授权，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块。阿哥有独家的这个技术来做提炼，足芳足纯，够好啉。纯天然补身体新鲜地鸡精，一组30包5400块。以上四样产品，即卖你只要买任何一项，就送你一份母亲节特别的，有阿扁总统红阿头的公仔吊饰，用品质上好，会当照顾健康的产品，友好咱的是大人，嘛支持咱的台湾，数量有限，动作要紧，若有欠用，卡联络服务专线0776180075，7618075，多谢。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吼，啊，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的节目进行中，较多也是工商服务的内容，啊，以及这母亲节最新吼，啊，要来答谢吼，啊，阿扁总统的公仔吊饰，啊，全国80条来甲大家做答谢。那有任何问题吼，啊，你甲敲专线，零七七六一
8075-761-8075，拢有专人来甲你做说明吼。来，即摆开放着口音就算3111980，3111980吼。用这时段若要来电吼，啊，就即摆当踊跃来甲卡一摆来，即摆甲接听。喂，你好，请讲话。我咧甲记者喊电话啦，等你再卡我啦。诶、欸，我伫中啦，吼、哦。伫中。阿姨，来。无啦，我拄电话入来啦。无要紧，听着你的声音欢喜啊。欢喜哦，我伫垃圾桶拢会呼吁八单啊咧。我今日无买，唔忙啊，这个党哦来为何这个台湾人哦，我真唔甘愿咧。我昨暝佫看到这个画面咧。这个三 D 你有看无？刚刚三 D 你有看无？我今日哦。啊住阿边上拢靠嘅，红山古浪甲村咯，我何用拢是电台不当嘞？了解，了解。我讲你咧，我唔像我这年纪啦，我无咧做官甲做官啦，我足唔甘阿边上拢红撇开啦。你甲看，今年阿边上拢安尼啊有做伊嘅过去好话，啊甲撇开甲即款人，我看咧足唔甘，真㗑。足唔甘哦。我甲你讲，我吼即张朝清。这三年我来爱甲坚定，曹长青，甲做中下，曹长青呐，哎，曹长青，曹长青，这真正讲的哦，甲电文良律师，哦，甲黄定，黄定呐，哦，黄定，黄定，我上爱看，看这三位，嗯，哦，哎，曹青哦，你甲看，伊当伊拍的呢，哎，伊讲话是外省国根基的人，根基的呢，无爱你，我讲台湾史嘛，对中国做了解呀，来来来，伊自头直接讲。这个国民党党啊，这个主委，这真正囝，你不敢来遮子玩。是。头先无通客气，头先也未避免，也未要红头高二，后尾吼，你要小心甲换位咧。你有感觉无？我甲伊甲换位咧。我可以。拍袂广告，你也未甲换位啊咧。诶。你甲看这有够可恶啊！你今日还搁咧胡搞蛮有够，咱头先讲到1000里，叫阿扁总统你去管的时，写两本册，安怎安怎无伊啊，倒啊无安怎。哦，公交拢心肝硬。我来调这段啦，吼，我再来调这段，吼，啊，声音搁加出来放互咱听众朋友过来，吼，那无听到的，吼，过来甲听好清楚，来赶紧甲接无。喂，你好，我伫中。哎，局长。嘿，请讲话来。啊，我甲你讲哦。嘿。迄只狗吼，就爱叫我入去医院，爱甲注意，人叫选去。即卖讲案件骨力惊你呀呢，嗯，骨力惊伊，若要偷选你，哪有法度伊？啊，这实在做烦了，因为这吼、哦、你，迄个案若未交接了，迄、那个你是要哪家吼？对啦，是讲叫你那医院以后，哎、欸，注意，就要注意，爱注意啦。啊，我跟你讲吼、欸，我跟你讲一句较重要的啦吼、欸。来来，这样讲。较早关恁老爸啊，迄间爱加老嘞。啊，爱老的吼。嘿。好，已经讲一批几年，无啊，伊个阿爷批一批三个带两个，对啊，迄间在加楼诶，啊，所以是在差0.3呐，迄间加楼咧，啊，叫伊财务爱甲恁老爸啊同款，哦，在24点钟拢爱开会安尼，嗯，无桌啊，无椅啊，无工整啥物安尼，嘿嘿，啊，我甲你讲，恁老爸啊，迄个头壳有影响吼，嗯，迄去要讲诶啦，恁老爸啊唔敢讲。无啦，阿毛可能药物吼，这实在，咱拢合理的怀疑啦吼。实在2000多天的乌罗，啊，咱真正咱也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吼。啊，所以当然你讲药物，也有人讲相关吼。啊，这咱是过度怀疑啦。真正你看呢，好好人存家存三分命吼。来3111980吼，咱阁继续来可以。喂，你好，我伫中。阿伯总统好，吼，阿市长你好。阿伯总统咧听来，你请讲吼，来。这，其实点哦，10点到11点嘛，离俺即旁啦，吼，啊，加下晡时候5点到6点，嘿，红林即旁吼。嘿。我都等于讲啊，阿伯总统是爱国爱民的做总统，拢做好代志，唔当做歹代志的。恁拢无。我得尊重啊，啊，拢得尊重马英九啊！我都讲啊，马英九哦，老做上好代志，我带恁两个两下胖啊！嗯、哦，啊，我搁讲你听，蔡、文龙律师哦，是变迄个什么人啊？你讲迄个黄帝仁律师，就也是迄个曹长青。蔡、文龙是变
国民党的那个目睭吐，他的发言人那个啦，对，人在说阿扁的，他就说阿扁的做怎样，我说你听，你就听我在说，阿扁的哪有一项哪的哦，你看多一条，如果马英九有一项好的，看多一条，做八档的总统啊，无唔捌做上好代志。了解、哦、了解，伊遐领人薪水哦，嘿啊，伊遐领薪水的吼、哦，咱实在不会为难伊啦吼。哎、哦，就代表国民党在吐迄话，咱也莫甲听吼、哦，咱就甲听陈律师的、曹长青的、黄律师的吼，安尼规套的吼，拢讲互你理解。啊，就帮阿扁总统宣传呢，因为总统毋是目前拢有快到吼、哦，所以咱继续爱去讲，来，过来甲接听3111980喂，你好，我志忠。哎，志忠。嘿，阿伯，请讲话。来，这个我那一点一个啦。多谢，咱拢讲你念的啦。哎呀，嘿，咱住伫底啊？你阿来，你阿来吼。我遐尔，我遐。哎，故乡，叫你，我来讲，我西寮，恁西庄啦。多谢，多谢。迄阵吼，阮做囡仔拢常去五王庙吼。嗯、新店遐吼，讲、嗯、未来过五十年后，咱只会出一个珍珠啦。哦，啊，就是出恁爸爸啦。迄阵我王吼、哦、有发客讲啦、哦，有这种的讲法啦。哎、啊，所以咱迄个年后吼、哦，有迄阵有去哦，这个大陆来人迫害的时候，就是咱五十年后都要出恁爸爸。啊，咱今要讲的，恁爸爸就像武王安尼啦。哦，武王，你也看，伊嘛是去予纣王关八年啦。哦，哎，所以这历史呢，就是先帝啊，先帝咱较早这个三皇五帝，甚至呢中国文化呢，嗯嗯，中国文化就是这种的啦。现象啦，但是咱愈行愈民主呢，嗯，一定会像爸爸那，一个功德，一个清白咯。啊，咱在讲话讲，这个慈悲没有敌人呢，但是咱已经啊啦，咱的佛教甲道教，甚至呢，咱这个宗教已经拢伫迄个利益的当中啊啦。哦，慈悲没有敌人，就是讲，你就是对一个善良的人。好、哦，你爱慈悲没有敌人，但是你啊对着这个政治爱是，这个啊对这个好、哦，这个马英九呢，咱绝对袂使慈悲啊。好、哦，当然啦，迄个该安怎办啊？安怎办呢？咱绝对袂慈悲，因为讲起我嘛是一个有那宗教，是那宗教人啦、啊。是。但是呢，我确实看到今嘛呢，袂使咧慈悲，一定马英九呢，一定爱掠起你安那。卖讲像恁爸爸遐人啊，关遐久，上轮啊，差不多这种啊啦，少爷呢，差不多一年啊两年就起效啊啦。了解吼，慈悲啦吼，咱讲慈悲心吼，啊是讲咱这啊包括宗教吼，大家咧讲这，但是这种转型正义不公不义哦，啊这我感觉人慈悲不慈悲，还是两回事啦吼，因为。对的代志就对，唔对唔对嘛。哦，这个包括律师团队甲马英九过，包括大孤单讲多咧，包括伊的财产来源不明，也是讲牵涉到黄世明讲违法监听的这个泄密的案件、泄密案。可今仔日报纸有那头条的，这个桃园的这个捷运的董事长带出来讲的，因为我们做过交通部的迄个处长官员，伊讲这个桃园这个季节。机场接运无，前后去二十年安尼，讲要通车跳票六七间，伊讲就是马政府甲人变更设计啦，规个设计甲人改甲密密麻麻，才会变作遮大烟雾，到呾呢去二十年去袂好啦。啊，所以你这个物件内底，吼、哦，这个是何暖轩吼，伊这个即卖是陶杰啊，桃园的接运当署长，伊讲检调爱查呢。爱查讲，即个包括着马政府的交通部长莫迪国，即尾啊，这个行政院长的，以及高铁局的局长叫做朱旭吼，以及即个马政府相关的官员，是毋是各有各啊官层来介入着，牵涉着，是毋是有官商勾结，是毋是有人谋不臧？所以你看，啊，这若真正查落，是毋是搁一件？
桃园的这个机场的接运的起子十档起袂好啦，啊大孤单嘛是安尼啊，那不是马起乌咧甲包庇，袁雄家遮嚣张哦，赵腾雄家遮摇摆哦，我唔相信啦。那阿扁总统咧撤机场，会发生这代志吗？来，咱先甲休困一下吼，可以等一下回来过来开放。啊，咱这个第二波的工商，大家甲做参考吼。内底有母亲节的活动，啊，嘛有一个阿扁总统的公仔吊饰吼，一个红阿头，会当甲你手机啊，小弟中安尼，吼阿姐有哪啊做纪念性，还是甲你的包包啦吼，还是讲这个用你设施钱啊顶款吼，啊，这拢非常的有意义，啊这。那有这个吼啊，讲要来了解，有兴趣吼，要扎登的做纪念，你个卡服务专线761-8075，761-8075吼，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在这个广告的时间，志忠要向着全国伟大的妈妈讲一声，大家辛苦，母亲节快乐。咱伫每一年五月份第二个礼拜日即一天，来感念着甲咱车勇大汉辛苦的妈妈，一边一国爱台湾，咱所守护的台湾，都是咱共同的妈妈。所以母亲节，咱特别准备80分有阿扁总统红阿头公仔的这个吊饰，要来赠送给大家。这是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阵，由着当时的扁帽工厂所来做。伫迄个时阵，阿扁总统的商品是做事件。我也是外面所做的，但是这80分拢是正版的、原版的，嘛是绝版的，由着扁帽工厂正式来生产，非常有历史意义甲纪念性。已经绝版的阿扁总统公仔吊饰，最后这80分是我的老爸陈总统特别甲留落来，放伫身躯边，想要当作伴手礼来送人客、送外国贵宾。设计了足水，即卖特别摕出来赠送予咱上有台湾心、一边一国爱台湾的听众朋友。对，即卖开始，只要买任何一项咱的产品，正成 Q10、正成深海鱼油、和平牛樟脂，也是新鲜地鸡精，就送一份阿扁总统的公仔吊饰，买一罐就送一份，会当挂伫手机啊顶悬，放伫设施钳啊顶悬，也是家己背包啊边啊，顶头阿扁总统的红阿头，每一工陪伴你的身躯边哦。这只有咱一边一个爱台湾的听众朋友才有。这是咱的福利，外口买买嘛买袂到，全部80分，全国的80分尔，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啊，佮加上咱原本庆祝听友会，咱的成员全台湾已经超过10000人，无限时间，买一罐就送你一个点数，满6个点数就送你佮加一罐免费的这个活动。除了点数以外，即卖嘛加上母亲节的这个赠品，欧米亚的。阿哥做伙送予你，正常 Q10 一罐食2个月，只要2800块；各单位深海鱼油一罐嘛是食2个月，只要2200块。有行政院农委会特别专利的授权，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块。阿哥有独家的这个技术来做提炼，足芳足纯，阁好啉，纯天然补身体新鲜地鸡精，一组30包5400块。以上四样产品，即卖你只要买任何一项，就送你一份母亲节特别的，有阿扁总统红阿头的公仔吊饰，用品质上好，会当照顾健康的产品，友好咱的是大人，嘛支持咱的台湾，数量有限，动作要紧，若有欠用，卡联络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多谢。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即卖是咱一边一个爱台湾。甲大家所听到的是咱母亲节吼，后礼拜礼拜日特别母亲节吼，啊，咱有这个特别要来赠送啊，我的老爸阿扁总统以及个红阿头的公仔吊饰吼，全国的这80条尔啊，咱嘛不可能搁去生产搁去做吼。啊，我都讲的，咱一个本土企业哦，啊，一个老板讲啊，无可以。啊，过来要来做吼，啊，伊出钱吼，拢要免费来送给大家安尼。我讲这可能不是咱这种的想法甲目的啦吼，咱无该用做迄种的啊，要来大量安怎？我讲的存这80条啊，
咱讲老想话，买鸭嘛是鸭哦，咱的听众朋友吼，咱当然是保留，就是咱这上市中的，咱这的真正当地人破北烧天的，市中兼换贴的，怕死无提，这一兵一国的乡亲是大啊，所以这八十条就是留在咱的节目吼，这外面也无的，你讲是咱专属的福利嘛好啦吼，嘛会当安尼讲，啊讲咱这的一兵一国吼，这独家的嘛会当安尼讲。好、哦，地中我就安尼硬甲阿起来嘛是阿起来，啊一定留在咱的节目当中吼。我见真系任何问题吼，啊不了解你拢甲卡专线服务平台对早时九点到暗时的六点吼，拢有专人去加班嘛替你服务。你甲卡一个761-8075吼，761-8075，高雄以外的加一个空勤吼，啊免客气吼，啊这个多多加做利用。来，即卖即个46分，咱可以我那开放中311-1980吼，311-1980吼。即、这个新的内阁来产生，吼，包括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这是啊叶俊荣吼，啊这台大法律系教授，伫阿比总统的八年之前来的。伊啊，做过政务委员，做过即个研科会，即卖叫做改制国发会啊，吼，国发会的主委啦。这拢是最优秀的，这有那学者出身的政务官。贺陈旦做交通部长，贺陈旦是自阿扁总统做市长，落来做交通局长啦。你看这姻缘有亲无啦？迄当时财政局长是林全，即卖咱的院长啦。啊，这个交通局长就是贺陈旦，未来要做交通部长啦。啊，所以你看这种的团队，这就一流的台湾队嘛。对台北市拍拼到中央，即卖是2016年，搁要开始拍拼。啊，这咱免肯定吗？来，过来个接。喂，你好，我是陈总，你好，陈总，陈总，陈总统你好。好，请讲。那个美国有哦。嘿，美国有出来讲啊。嘿，你讲，你万九甲中国吼，嘿，啊，大家讲甲讲台湾，想要学中国来讲啊，嗯，人美国伊讲，你哪能讲拢，伊拢无承认啦，嗯，因为台湾有迄个台湾的关系法啦，嘿，啊，台湾关系法、啊、对，对，啊，因他们讲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啦。嗯，啊，我感觉讲蔡英文，吼，伊一讲啊啦，你知道吗？政论节目有讲啊，嘿，该讲吼，台湾是民主的一个关键啦，啊、哦，就是咱们人民决定的结果啦，由着台湾人民来决定，安尼就对。咱即马拢选举嘛，咱选举拢被谁决定出来？即马是新的总统，是上好的例啦。咱台湾就是行民主的咯，哎呀，啊，民主的咯，就是人民来决定。对，哈。哎呀，啊，希望讲台湾，会当大家拢为台湾，因为你像台商去变吼，因家己爱报，因家己吼爱搞好啊。人去变有啥物想啥？哎，有台商像迄因咧较发话老话遐，人因时拢摕去变成身份证啊。嗯，啊！你台商有诶，伫遐时阵有一工受害，无人活哩。了解，吼，了解。旱季唔惊落土烂，哦，只求机票大大团啦，吼。当然压力足大。哦，你讲安尼北京压力，安尼时间压力，但是我相信咱诶蔡总统，我对蔡政府有信心啦，对咱诶小英总统爱有信心。可压力偌大？啊，这我那退掉的啦，爱退掉的。这个不可能讲啊，中国要逼咱讲一中，咱就讲一中；叫咱讲九二共识，咱就九二共识。啊，那安尼人国民党有啥物差别？那安尼就继续国民党做就好啊，他就来政党轮替啊，他就和咱的本土政府过来重新出发啦，重新执政啊。哦，所以我相信讲一定无共啦，路线无共嘛，理念无共嘛。这个基本的这个价值不同嘛，咱就是坚持台湾路线，台湾的前途台湾人决定嘛，说啥咱要公道，为什么阿扁总统要办公道？对这个防卫性公投，
到这个这东山的公道，到这个要用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的公道，为什么安尼一届、两届、三届要甲判？美国政府嘛反对呢，美国压力嘛足大呢。讲起来，美国人嘛足自私，啊，因家己会当公道，咱袂当公道。啊，你伊叫咱办主权公道嘛？你若多数的台湾人拢坚持讲台湾就是要做一个主权国家，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声音传到世界，敢无清楚嘛？这个搁赢过北京里遐咧背啥嘛？那台湾人用投票来表达咱对着台湾未来，咱的走向，咱要行什么路，咱的立场嘛？啊，所以公道，这就是咱上好的共识啊！什么叫做一中共识？咱就是公道嘛，咱就是民主嘛，咱就是台湾路线嘛，一边一国嘛。啊，所以我讲的一边一国是咱上好的这个护身符啦，吼、哦，护身符、护身符啦，吼、哦。啊，这我拿护身政府啊做一个参考，吼、哦。来，咱最后一波的这个母亲节活动，吼、哦，母亲节活动的这个工商的内容，咱先给放一个，吼、哦，马上回来，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在这个广告的时间，志忠要向着全国伟大的妈妈讲一声，大家辛苦，母亲节快乐。咱在每一年五月份第二个礼拜日这一天，来感念着甲咱车勇大汉辛苦的妈妈，一边一国爱台湾，咱所守护的台湾，就是咱共同的妈妈。所以母亲节，咱特别准备80分有阿扁总统红阿头公仔的这个吊饰。要来赠送给大家，这是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阵，由着当时的扁帽工厂所来做。在迄个时阵，阿扁总统的商品是做事件，有的是外面所做的，但是这80分拢是正版的、原版的，嘛是绝版的，由着扁帽工厂正式来生产，非常有历史的意义甲纪念性。已经绝版的阿扁总统公仔吊饰，最后这80分是我的老爸陈总统。特别甲留落来，放伫身躯边，想要当作伴手礼来送人客、送外国贵宾。设计了足水，即卖特别摕出来赠送予咱上有台湾心、一边一国爱台湾的听众朋友。对即卖开始，只要买任何一项咱的产品，正成 Q 贴、正成深海鱼油、和平牛樟脂，也是新鲜地鸡精，就送一份阿扁总统的公仔吊饰，买一罐就送一份，会当挂伫手机啊顶罐。放在设施前那顶端，也是家己背包啊边啊，顶头阿扁总统的红阿头，每一工陪伴你的身躯边哦。这只有咱一边一个爱台湾的听众朋友才有，这是咱的福利，外口买买嘛买袂到，全部80分，全国的80分尔，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还佮加上咱原本庆祝听友会，咱的成员全台湾已经超过10000人，无限时间。买一罐就送你一个点数，满6个点数就送你佮加一罐免费的这个活动。除了点数以外，即卖嘛加上母亲节的这个赠品，欧米亚个阿佮做伙送予你。正常 Q 10一罐食2个月，只要2800块。各单位深海鱼油一罐嘛是食2个月，只要2200块。有行政院农委会特别专利的授权。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块，还佫有独家的这个技术来做提炼，足芳足纯，佫好啉，纯天然补身体新鲜地鸡精，一组30包5400块。以上四样产品，即卖你只要买任何一项，就送你一份母亲节特别的，有阿扁总统红阿头的公仔吊饰，用品质上好，会当照顾健康的产品，友好咱的是大人，嘛支持咱的台湾。数量有限，动作要紧。若有欠用，卡联络服务专线：07-761-8075 761-8075。多谢。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啊！继续回来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吼。最后搁差一分钟哦，就派些咱的口音啊，无法度过来接吼、哦，时间也不够啊。咱这个吼、哦、后回去。延长咱的考验时间，无论讲要对着新政府来做建言，也是讲顶有咱一人一句话要来鼓励阿扁总统啊，脸书顶管拢有开这种的吼啊，这算作专业啦吼啊，互人大家伫遐留言，甲陈总统鼓励吼，
尤其很多人看到昨晚这个三立新台湾加油的节目了齁，啊，我知影讲迄个留言阁增加足济吼，因为唔甘也好，啊，郁卒也好，实在无奈也好，吼，但是无论如何，咱拢爱抱着这种的心情，就是讲继续拍拼，吼，绝对袂当放弃啦。世间上任何困难的代志，你阁包括讲这种的变难的变化，这种足困难啦。啊，但是咱只要团结，有这个力量吼，我相信一定会成功吼，大家做伙拍拼。来，今仔讲到这吼，咱后回空中再会，一边一国，多谢你。